反席反党，老登开讲。各位朋友好，见到你们格外亲。现在云南通海回民暴动事件，又有网友发出爆料信息，军队和警察呀，现在已经聚集了，据说超过20000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出手镇压，也没有开始拆除清真寺，也可能是政府也是忌惮回民穆斯林的反抗，现在还没有造成最后的冲突，穆斯林群众还在街上游行，但是手机信号被屏蔽，互联网也断网，大家看视频。云南回民抗议事件，我们会持续关注，有什么新的进展再及时跟大家通报。5月29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29号上午，但是新华社呢只报道了29号下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没有提政治局上午的会议。官媒回避这次政治局会议，只字不提。但是第二天呢，5月30号，习近平就召开了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国安委的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内容，印证了头一天政治局会议的一些隐秘消息。习近平在国安委会议上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内外形势颇为严峻，看来中共高层啊束手无策，党媒实在难以宣传。党媒报道的中共政治局29号下午的集体学习视频显示，7名政治局常委、14名政治局委员在座，3名政治局委员未见踪影，包括张又侠、张国清和陈文清。同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在座，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在座。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却不在现场，似乎难以解释。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主管工业和信息化、应急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等，不知道他是否有重大安全事故需要紧急处理，但是应急管理部呢又没有发布类似的信息。张国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党媒报道陈文清5月25号出访俄罗斯，不知是否仍未返回，陈文清也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时缺席3名政治局委员比较少见。中国的新冠疫情正在升温，不少民众爆料二阳后的种种症状。若这3人呢是因为感染新冠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就表明疫情相当严重。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只有习近平一个人讲话时不戴口罩，其他人都戴口罩。被邀请讲解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也戴着口罩讲话。有消息说呀，29号上午的政治局会议已经正式确定修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改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这是中共执政方针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而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说穿了就是以习近平本人的执政安全为中心，以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为中心。这次政治局会议还研究了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中共高层啊对外部安全问题没有破解之道，对内部安全问题呢也提心吊胆啊。中共高层大搞习思想学习、政治教育，不断扶植亲信以及实施更严酷的政治高压，但这些保党之法呀都与世界潮流和历史大势完全背道而驰，只能令中共垮得更快。政治局会议不敢公开的真相就是，中共领导人已经深切感受到了红色政权摇摇欲坠前的征兆，但仍然千方百计地不让老百姓知道，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还能再任由这些人随意操弄吗？中共官方公布数据啊，5月份的 PMI 再次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8.8，比上个月的49.2再下降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低于荣枯线啊，制造业景气水平大幅回落，这进一步证明啊，中国的后疫情复苏已经彻底放缓。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的 PMI 由4月份的49.2降至48.8，为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低于经济专家预估中的49.5。5月份非制造业 PMI 从上个月的56.4向下降至54.5，一样低于经济专家预估的55.2。这显示制造业市场需求仍然不足，企业产能的释放啊受到抑制。从5月中旬起啊，国际市场看待中国经济的目光啊变得不同寻常。5月18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破7啊，昨天再次下探7.1啊，人民币如此大幅贬值，可见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任度啊也出现了相应的大幅下滑。大批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经济发出骇人的警告。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接下来的10到2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无法摆脱2%以下的停滞状态啊！中国经济正从根基啊开始腐烂。在观察新冠防疫措施解除后4个月的情况后，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难以重回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都亮起了红灯啊！青年失业率自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首次超过20%，而且还在一路攀升。投资银行瑞信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偏高的青年失业率并非一时的，而是结构性现象。大学毕业生们希望在以 IT、金融、通信为中心的领域谋求高薪岗位。而中国经济啊，已经无法创造这样的工作岗位，中国经济正在陷入深渊。中共官方啊，刚刚公布了2022年，就是去年各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啊，没有包括几个直辖城市啊，只统计了一些省会级城市，欠债最多的是武汉、广州和成都。近日，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前50名的名单在互联网上曝光了，引起中国网友的强烈反响。有学者就发文指出啊，22年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攀升至6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而尚未曝光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何拆雷，是亟待解决的更加严峻的问题。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排前3位的城市是武汉、广州和成都，而地方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前3个城市，第一名啊，竟然是绍兴啊！绍兴的负债率是1612%啊，第二位是阜阳，1388%，第三位啊就是哈尔滨啊，1091%。有网友就质疑啊，各地政府欠下这么多债务，以后都用什么去还？难道要靠房产税吗？还有网友直言，地方债仅仅是开胃债，城头债啊才是地方债的大头。啊，还有网友评论说，早就埋下伏笔啊，任上举债潇洒，离任债务甩锅，毫无监管约束可言。啊，阜阳的网友说，阜阳穷的裤衩子都没了，居然这么高的负债啊，这还得了？50年的钱被他们5年都花完了啊。还有的网友说，实际上啊，各个城市都破产了啊。这个网友说，有多少进了官员的腰包，债务却要全民负担啊？对牛马的压榨呀，也不过如此。这位网友说啊，历来都是再苦一苦老百姓。过去15年间呢，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每年以16%的速度在增加，其增速啊远远高于同期的名义 GDP 增速7%，反映出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不断积累，而政府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风险集中爆发的危险。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经济的濒临崩溃啊，另一方面呢是世界经济开始去中国化啊，西方世界跟中国脱钩断裂。有评论说呀，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啊。七大工业国集团在日本峰会上发表的声明，虽然没有提及中国啊，但就是去中国化和中国脱钩断裂。美国与欧盟准备对中国的半导体与人工智慧啊，共同制定对外投资审查机制。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刚刚修正相关出口货物的外汇法，并将先进半导体设备等23个品项列为出口管制的限制目标，就是不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了。中国经济不容乐观的理由，除了中国的市场机制运作已被破坏或完全不可相信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与过去显著不同。更值得注意啊，也显示中国要将经济工具武器化来胁迫各国经济的做法已受到高度关注。因此啊，全球化并没有死，只是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日本决定啊，不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啊。我刚刚看到还有德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精密度的机床。中国愤青总要抵制日货啊！现在日本主动不卖给你了，你抵制什么呀？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啊，年轻人走投无路，不断的有青年人寻短见的消息传出来。有网友爆料说呀，5月30号，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说，校园内2天内啊就自尽了4个人，导致西南民族大学的话题曾短暂上过微博热搜，随后消息被封锁。还有景区呢，继续发现啊，有年轻人跳崖、跳水啊，这种情况也不断出现。我说过多少次了，年轻人呐，不要寻短见。像电影《芙蓉镇》里面那个主人公啊，秦书田说的。啊，要活下去，要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啊！我们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希望啊！我们活着，我们看他疯狂，看他们灭亡。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最黑暗的时候啊，就是黎明快要来了的时候。坚持一下啊，马上就会看到光明。说点轻松的，网上又有好玩的新闻出来了。广西柳州市工信局的局长啊，又出丑了。啊，柳州市一局长与情人不雅聊天曝光，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一组聊天记录截图，啊，称这是广西柳州市工信局局长梁某与一位女子的不雅聊天，有不雅内容，还有图片。柳州政府部门答复说呀，说这个工信局长梁某今天没有上班，具体情况不清楚，纪委正在调查核实。根据网传图片显示啊，二人的聊天从1月19号就开始了，直到5月27号啊，这聊了4个多月啊。聊天内容不时出现"想你""爱你""宝贝"等字眼儿啊，还有一些十分露骨的照片，大家自己去网上找吧。又到欢乐环节，网上的短信照片啊，这是短信照片，农民收到种粮补贴。啊，这个农民叫刘成坤啊，刘成坤您好啊，您的保障卡金融账户收到巧家县农业农村局发放的2023年种粮一次性补贴，补贴数额0.99元，9毛9，不到1块钱啊，这是针对种粮者的专项补贴，是党和政府的惠民惠农补贴政策，惠民补贴政策就是0.99元，钱太多了，农民也花不了啊，这么多钱呢。网易跟帖，我们是全世界唯一能同时造航母、高铁、大飞机、空间站的四大件的国家，啊，可以同时造航母、高铁、大飞机、空间站。网友跟帖说："那这么牛叉，应该出去四处卡别人的脖子呀？对呀，你这么牛叉，能造四大件，你应该卡别人的脖子呀，怎么还总被别人卡脖子呢？"再看这个啊，包工头老宋听说福建号航母甲板开裂，他有一个修补方案，报价5万，开价不高啊，5万块钱就把开裂的航母给你修好。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民意就是力量。